所以他住你家啊？对对对对。拥抱之后没有顺便，就是你们家有被杀是不是？在家里没差、啊。你姐的意思是你抱他的时候手放哪里？在家里没有。但是没有。被杀是不是？那天跟嘉永杰是在玩传说吗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们睡同一张床吗？不是，所以只有打游玩游戏。对啊，不然还能怎么样？没有那个跟他跟他那个告白一下，你对他告爱慕，你是很爱慕他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。不是你的菜吗？哦，也是啊，但是我记得你有说过你很爱他、啊，你还不知道找他拍 MV 跟拍 BO 对啊，我们节目听听就好，没有我们认真呢，也是蛮喜欢的啦，但是也是用他钱。所以你有安慰他吗？他的家务事？一定要的啦，我不是完全很了解这全部的所有事情，所以我只能。就有一个朋友的立场，就是朋友心情不好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没事，不要想太多。我能给予的只能到这里，但再深的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完整的状况。有没有给一个拥抱，或者是拥抱是一定要给的、啊。拥抱之后没有顺便，就是你们家还有被杀是不是？在家里没差、啊。你姐的意思是你抱他的时候你手放哪里？在家里没有。被杀是不是？那有往下滑吗？往下滑，但没有啊。那我是什么？我查。你忍住就对了。我没有忍，我是不会做这种越剧的事情。豆豆有关心黄鸿轩吗？最近他在全明星被骂，无视钱伟娟的指导。有稍微关心，嗯，但是应该 OK 啦，没事。所以你们没有在一起？没有。会在一起吗？未来？未来不知道，就是好朋友。蛮聊得来的，不错嘛，嗯，不错，因为他真的蛮相似，没有他单身很久，我也是想把他做一下，对啊，做一下，把他做一下，不要我 OK 哦，也是你的菜，是你的战队是，我菜很广嘛，那他跟江宏杰你选谁？哇，不要做效果，你现在记者是不是？交往，好，这样我们站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说一个人一起。江宏杰跟黄宏轩都有红，哦，但是江宏杰啊，黄宏轩我也看太多场在玩狼人杀，没什么新鲜感。哦，对，对，因为江宏杰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玩怎么样，所以他如果来玩，我就哇，好奇特哦，就想要知道他怎么玩。江宏我其实都 OK 吗？我玩都是有玩啊，有差吗？差了。